我们今天呢是有两位在匡列被居家隔离以后呢采检为阳性，那这两位呢最主要就是昨天采检的确诊的个案，他的同住的家人，我们有匡列三位，那其中两位采检是阳性。那我们这两位呢就是案20248的同住家人啊，一位呢是他的弟弟，另外一位呢是在家里头照顾家人的外籍佣人。